中国黑芝麻甜点糖黑芝麻糊 一种浓稠而甜的坚果糖 充满新鲜口感 吃到黑芝麻的浓郁香气 温暖人心 甜蜜一甜 浸在一碗美味的糖中 不仅美味而且关注中国人的信仰 这些 糖对于在凉爽的月份，立即起健康和温暖身体至关重要。做芝麻甜点配料，芝麻丝、红糖、盐分分挤奶。黑芝麻甜点的制作方法很简单，你需要用小火烤芝麻。 加入薄红糖和椰奶，你可以从商店购买，也可以在家做。很简单，你需要把椰子放入榨汁机中研磨，加一些水，你的椰奶就准备好了。享用。 四分之三杯黑芝麻，炒香，磨成粉，然后加入油糖、米粉和三糖及红糖拌匀，或常加入比粉差不多2倍或3倍的椰奶。 充分搅拌至具沸腾。如果需要，可以如碎浆果、一丝或软化的切碎的红枣一起去用。 看到甜点的吃的，我想起来，吐吐吐，所以我打算把它装饰吐吐吐的形状。现在看起来很好吃。